欢迎观看 DJI 教学视频，今天为大家演示如何导出飞行记录。一般情况下，在飞行过程中出现不明异常的情况， DJI 技术支持都需要您导出飞行记录，才能做进一步的故障分析以及判定。接下来我们以精灵 Phantom 4 Pro 为例，在 DJI 官网下载和安装 Assistant 2，安装完成后必须重启电脑，打开遥控器和飞行器电源，用 USB 数据线连接飞行器与电脑，打开 DJI Assistant 2软件，在 DJI Assistant 2里打开数据上传，找到对应时间的飞行记录，选择需要导出的数据文件，点击保存到本地，选择保存路径，飞行记录开始下载。等待下载完成，点击打开所在文件夹，即可找到下载的飞行记录，将该文件上传到网盘，联系 DJI 售后技术支持。如果不确定记录的具体时间，可以将当天所有的飞行记录提供给售后技术支持。感谢您的观看。